今天要接比比回家了，换他穿新的衣服。这个是芭比阿姨送的，比比刚刚吃饱饱了，帮他换了新衣服要回家咯。嗯，在干什么啊？好像睡着了。啊，要哭了，怎么这样子，才说你可爱就要哭了。这个还有这个小娃娃很可爱哦。好啦，啊，看一下镜头，你刚不是很会张开眼睛吗？现在怎么皱眉头了？好啦，回家咯，拜拜。